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会给大家引入 Immutable JS 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吧。在 header 里面 ，store 目录下，我们有一个 reducer 文件。这里面呢，我定义了 store 里面的初始化数据的内容。同时 ，reducer 负责拿到原始的 state 的值和 action 一起做处理，返回新的 state 的状态。好。这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过一个点？你呢 ？reducer 这个函数接收到原始的 state， 一定不能对原始的 state 进行修改，你要返回一个新的 state 回去。可是，如果想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脑海里牢牢地记住这个概念，然后呢，在编码的过程中时时地保持警惕，不要做错事儿。可是，对于新手来说，你很容易啊，写着写着，一个不小心就把 state 给改了，然后呢，代码就会出现异常，你呢还不知道你哪写错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确保我们一定不能去修改这个 state 呢？有办法，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immutable.js 这个库它的意义。immutable.js 是一个第三方的模块，它是 Facebook 团队历时3年开发的一个库，它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成一个 immutable 的对象。这个对象呢，借名之意 ，immutable 不可被变更的。mutable 在英文之中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意思 ，immutable 指的是不可改变的。使用 immutable.js， 我们可以生成 immutable 对象，这个对象是不可改变的。那么我们想。假设 state 是一个 immutable 对象，那么 state 就不可以被改变。这样的话 ，reducer 就不会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state 变成一个 immutable 对象，也就是我们的数据要变成一个不可改变的对象。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去安装 immutable JS， 打开我们的命令行，我们通过 yarn add immutable， 好，我们来看一下 immutable 这个库啊，它名字到底是什么？打开 GitHub， 我们搜索 immutable 回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有一个库是 immutable JS 库，有23000多个 star， 我们点开，在这里它会告诉你。如果你要安装 immutable JS， 你直接 yarn add immutable 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我写的是没问题的。我们点击回车，OK， 我们的 immutable 就安装好了。这个时候我重启我们的服务器，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 immutable.js， 或者说 immutable 这个库。那么下面呢，我就要把这个 state， 也就是数据，变成一个 immutable 的对象。怎么变呢 ？import from js from 哪里呢 ？immutable。好 ，immutable 这个库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from js 的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个 js 对象转化成一个 immutable 对象。我们呢就用这个方法把我们的 JS 对象，也就是这个数据对象，转化成了一个 immutable 对象。好，这是第一步。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步，打开我们的 header 下面的 index.js 文件，在这里呢，我们往下翻，在这来看啊 ，state.header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不是就是 header 下面的 reducer 里面返回的这样的数据啊？好了，这个时候你的 header 对应的数据，也就是 state.header 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了？是不是已经是一个 immutable 类型的数据了？那么如果这个数据是一个 immutable 类型的数据，那么你调用点 focus 的这样的语法其实是不可以的。也就是 immutable JS 里面要调用这个对象的属性呢，你不能通过点 focus 的形式来调用，你需要通过点 get 这个方法传入 focus 的这个属性来去获取对应的这个属性。我们保存一下，
到页面上啊，我们刷一下。这样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你一点击这个搜索的时候，马上页面就报错了，说什么呢 ？state 点 header 点 get is not a function。那么问题在哪？我们继续来看，当你点击 input 的框的时候，你要派发 action，action 派发给了谁？派发给了 reducer。reducer 接收到 action 之后呢，你返回了一个这样的对象。实际上，现在 state 已经变成了 immutable 这样的对象，所以呢，你现在又返回一个普通的对象。普通的对象呢，这个时候页面上再去调用这个 get 方法，普通对象的 get 方法，那肯定是没有这个 get 方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错误出现在哪呢？出现在 reducer 这一块。如果你这个对象已经变成了 immutable 对象，那现在你要干什么事儿？大家想，当你 search focus 的时候，也就是鼠标聚焦的时候，那其实你想干什么呀？是不是就是让这个数据里的 focus 的变成 true 呀？好，其实这么做就行了。state 点 set focus 的 true， 这么去写就可以了。它的意思是什么呀？现在 state 已经是一个 immutable 对象了。那么我定用 set 方法，大家可能觉得，哎， immutable 对象不是不能修改吗？那你 set 里面的内容不就把它改了吗？实际上 set 这个方法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immutable 对象的 set 方法会结合之前 immutable 对象的值和设置的值，返回一个全新的对象。大家来看啊 ，state 点 set focus 的，它拿到以前的 state， 结合你现在新的这个 true， 它呢会生成一个全新的对象，它并不会去改这个原始的 immutable 数据，它是结合之前的数据返回了一个新的数据。这样的话，它就没有对之前的数据修改，所以你这么去写是 OK 的。那么继续，这一块也是一样的 ，state 点 set focus 的，把它变成 false， 保存。然后我们回到页面上刷新，点击没有问题。好，这个时候我们借助了 immutable 点 js， 同样的实现了我们的这种功能。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去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讲的内容。首先我们说，你如果用原始的这种 reducer 的写法，你要自己手动的保证 state 不被修改，这样的话会存在风险。那么我们引入了一个 Facebook 提供的库，叫做 immutable。 这个库可以帮助我们生成 immutable 对象，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个 header 里面的数据变成了一个 immutable 的对象。那么既然它变成了 immutable 对象呢，如果你再想用这个数据，你就不能直接的这种形式来用了。大家来看啊，你就不能直接的点 focus 的来调用里面的数据了，你得调用它提供的一个 get 方法来调用对应的数据。同时在 reducer 里面，你呢可以调用 state 点 set 方法去尝试对 state 里面的内容进行变更，但是它的变更是怎么变更的呢？它并不是直接改变 state，它是拿到 state， 再拿到你想变更的内容，它做一个结合，返回一个全新的对象。这个时候它并没有改变原始的 state 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借助于 immutable 这样的库，然后来实现我们的代码，就可以完全的避免掉自己不小心改变 state 里面数据的这种情况。好，这个 f 我给它恢复成 state。 OK，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大家加油。